是手机，学校的专用终端，社区的专用终端，以及一些工厂吧，应该都收到了。第一种呢，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APP， 叫做地震预警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我们把地震预警功能内置到了新华社等客户端。现在欠缺什么，就是把地震预警信息传递到老百姓那一步啊。那么我们也在继续跟中国地震局沟通，希望能够加快这样的信息能够更好的服务老百姓。